大半夜的，别做白日梦了好吗？你说一个男的得多无聊，才会随随便便领一个女人来骗另一个女人呢？姑娘，能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吗？我想给儿子打个电话。可以啊。哦，号码多少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看一看，在这里啊。哎，我想问问他现在在哪里，找到住的地方没有，身上的钱够不够？ 哟，关机了。希拉，哦，谢谢啊。蕾蕾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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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？想吃这个吗？不要不要，蕾蕾不要啊，咱们回去回去。过来。哎呦，不可以。阿姨美不美？阿姨漂不漂亮？拿去吧。哎，不要的，不要的。阿姨，这还有个巧克力。这。 拿去吧，不好意思啦，哎呀，快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谢谢。姑娘，跟你借点钱行吗？你看小美哥哥在外面躲债，没有钱不行啊。小美下个月发了工资，马上就还给你，好吗？行啊，只要你们家小美写的借条，你要多少借多少。 哎呦，姑娘，你亲家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这是谁家有福气才能娶到像你这么有钱又长得漂亮的好心人啊！先走了啊！哎，我晚上就告诉小美啊！哎，谢谢了啊，谢谢了啊！谢谢谢谢。 给你戴什么啦？圣诞超人、赛车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阿姨给你放起来啊！哇，这么多衣服呀！你看，羽绒服哎，还有帽子哦，喜不喜欢？好不好看？嗯，还有哎，耶，你看，漂不漂亮？我觉得这个你比较合适。 加知道被动，听过吗？平时啊，多注意这样抬腿活动一下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但是一定要小心，知道吗？记得定时跟他清洗伤口。怎么回事儿啊？拿到裙子来算怎么回事儿？我都跟你说了吗？是男孩。我拿裤子的时候看见裙子，想那孩子的腿还没长好，裙子会比较方便一点。上下一扎，鞋都不用穿。 如果孩子不愿意，愿意穿给别人也行，反正我还给了一点钱。你说怎么请客？好说，晚上地方你挑，群里嗷一声。想到你还挺细心的嘛。挂了。啊，小弟弟，你知道吗？这条裙子啊，是因为你脚受伤了，穿裤子不方便，所以才拿了条裙子给你，方便穿哦。 喜不喜欢啊？阿姨是不是很细心呢？曲小姐来了，曲小姐，嗯，曲小姐，谢谢你啊！你的朋友们啊，都太好了，你看，给我们送来那么多东西，还有钱。<笑>不客气，谢什么嘛？用雷锋叔叔说的一句话，这都是俺应该做的。<笑>你。 哪儿来哪儿去，我要专心工作。走就走。小弟弟，阿姨走了啊，安心养伤。过两天阿姨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喜欢我还假装不喜欢？怎么，你说绝交就绝交？两个人的事情凭什么一个人说了算？我告诉你啊。
姑奶奶，我没有表态，你说什么都不算。喂，曲潇潇，樊姐她家现在出了大事儿，需要你的帮忙。嗯，美女需要我帮忙呀？她不是平日里朋友海了去了吗？也没个顶用的。小关啊，你问清楚了啊，可别是你自己自作主张。我这可得是撕下脸皮去跟前男友说话。 这任务艰巨得很，你不是眼巴巴的想找机会见赵医生吗？我现在就能给你找个机会，而且这个机会肯定比你拉着小秋去看那种被车撞的小孩强。什么都骗不了你啊，烂死！我跟你说啊，安迪也认识赵医生，魏大哥也认识赵医生，但是呢，凡是谁要跟赵医生有联系的，都必须提前跟我禀报。 赵医生是被我承包了的，就一句话，你到底帮还是不帮？帮，我现在就跟安迪打电话，现在就过去。对，我去，这件事情谭总知道吗？那这样吧，我跟谭总商量以后，我再给你回复。行，没问题。OK， 拜。原来什么呀？啊，怎么能脏成这样呢？ 里里外外不光要洗，还要做桑拿、去味儿，工程有点大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小关说樊爸爸生病住院了，让我找赵医生帮忙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樊家一家老小可是为了一场纠纷逃离家乡的，那他就很有可能会为了医药费逃离医院。我可不想给我们家堂长老找麻烦。你说这帮能帮吗？小樊现在有难处，要是能帮还是帮吧。 不过你得帮之前要想清楚了，毕竟小樊家的难处和那个被撞的小孩家的难处是不一样的。被撞的小孩出院了，康复了，没事了，但是小樊他们家感觉有点遥遥无期，看不到尽头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樊大姐家的忙不是简单帮帮就能够解决的，一切得按规矩办事。 你虽然帮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，但是之后的医药费就要樊大姐自己想办法了。她要是能借到钱，我可以找赵医生帮忙啊。就这意思。但是安迪呀，我必须得提醒你，像樊大姐这种没房没车的人想逃债，那可是太容易了。上海这么大，只要她肯留意，她可以让债主一辈子都找不到她。哎呀，她爸这么一病得花不少钱。 就樊大姐这点工资，还得支付她全家的开销，怎么还呢？你借钱给她要小心。其实我也就只能帮她这几天。过了这几天，她自己还是要想办法，至少得有一个态度。我打赌她想不出办法，也拿不出态度。喂，哼，说真的，这两天樊大姐遇到的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，她的那些男人呢？ 他怎么一个都不找啊？或者说他心知肚明，找了也是白找。由此说明一个现实，这就是他和这些男人之间的关系。我说他是捞女吧，再次得以证明。那个王百川是想主动提供帮助，被他拒绝了。哎，收敛一点，别真把樊小妹逼成捞女了。总之，病人现在情况很危险。 必须立即手术。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人还能不能活？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必须立刻手术。那手术以后能不能恢复正常？还能活几年？有三五天的，也有能拖上好几年的。这要看病人本身的恢复情况。刚才的出血点你们也看到了，在病人的脑干上，它会对周围脑组织造成伤害。脑干控制肢体，现在手术。 就能控制出血点的继续扩大，不过，病人可能有很大几率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只能躺在床上。如果不马上手术，那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是说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手术，浑身上下除了眼珠子能动以外呢都不能动，而且还不知道能活多久？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医生，我们需要商量一下，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做这个手术。那你就商量。不用商量了，这个手术做我们做。 做的，我们肯定做的呀。钱呢？你们考虑好了再找我。您能拿得出做手术的钱吗？
Andy 给你垫付了8000了，你还想管他借多少？你拿出可以抵押的资产吗？那也要做，不做我爸就没命了。我这就打电话借钱去。我男朋友在外地呢，说一会儿给我回钱。你男朋友是曲连杰吗？你知道曲连杰是谁吗？他是我哥，大懒人一个。哥是吧？可以啊。来，你电话又响了。喂，曲连杰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应酬呢，在满当路呢。你没事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爸让你有空回家一趟，否则我才懒得理你。话我带到了啊，回去随便你挂。以后找人把眼睛擦亮点，别找这种不靠谱的。他追了我好久，还带我去很好玩的地方，给我买很好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就是玩玩的？哎，你傻呀！他给你买那么多东西，带你出去玩，就是为了骗你上床。花这点钱当然无所谓了。你爸这事儿就不一样了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无底洞。我哥他又不傻，怎么可能呆呆往里跳呢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他女朋友多了去了，根本不在乎伤你。韩胜美，振作点儿，你爸现在还在急诊室里躺着呢，你坐在这儿为这个人渣哭，傻不傻？我到了，你人呢？走。曲潇潇只一眼就认出来，赵医生身边就是那位名不符实的前女友。难道他的情报错了？这位竟不是赵医生躲桃花的挡箭牌？介绍一下，夏文娟，曲潇潇。怎么样，你们情况？病人情况不太乐观，进屋说。小美，你借到钱没有了？姑娘，求你，求你借钱，别打了。性命就全靠你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。魏总，对不起，我可能有点冒昧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给你打个借条。可以，但是我要跟你谈利息和抵押。毕竟牵涉到10万元本金。没问题，我家里所有东西都可以抵押给你。我不知道你家房子里所有都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按规矩呢，我只收容易变现的资产作为抵押，比如房契一类的。这个可以有哎，樊姐，你们一家子同样到上海，应该会随身携带最重要的文件吧？你爸爸生病是全家的大事儿，应该全家出钱出力。你别光顾着想你自己有没有。你哥哥在老家应该有套房吧？依我看啊，应该把你混账哥哥的房子给卖了，给你爸治病。反正他现在出逃，用不上那套房了。如果房产证在手边，那就好办很多了。房产证放我这儿，一年期，假如一年还不上的话，我们就卖了房子，收回本。不行，房产证不能给小美的呀。你哥哥的房子不能卖啊！你卖了，你哥哥就会离婚的，你知道吗？小美啊，你不是说能找到人借钱的吗？离个屁呀！你那儿媳妇现在顶多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，一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，现在谁要啊？她根本就不敢跟你儿子离婚，行吗？就算她头脑发昏，非要跟你儿子离，
人家好歹也给你生了一孙子了，你也够本了。阿姨，你别光顾你儿子不顾你女儿，你女儿今年都30了，过了元旦31，剩女一个，别让她拖着一身债务连嫁都嫁不出去，当一辈子老姑娘。你这当妈的不能这么偏心。盛美，你也是，难道你真的想头脑发昏当圣母？你想没想过你这把岁数说了，再拖着一身债务，你还上哪掐尖去啊？是吧，樊大姐，你不会想告诉我那个房子你有份出钱买，你有感情？行不行？一句话，你要抵押赶紧抵押，反正贝大哥是债主，只要他同意，至少有钱让你爸上手术台。你想没想过你这把岁数再背着一身债务？曲潇潇为樊胜美打抱不平，越说越起劲儿。他早就对樊胜美那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满一万遍了，如今他看清了，以前那个老是死要面子虚张声势的樊大姐，原来是一个独自扛下了所有的事，伪装坚强到让人心疼的傻大姐。可整个家庭的事不该由樊胜美一个人来承担。我只跟你们亲兄弟明算账，不管借期长短，一律按私人借款的利率办，三分利不还价。魏总，那是每个月还多少利息呢？借10万块钱，每个月还3000的利息，到了年底连本带利13万6千。对，虽说这是规矩，可是樊大姐，以你的工资，能够还本付息吗？别把自己逼良为娼了啊！这不是高利贷吗？你们都是邻居隔壁的住人，就客气一点好不好啊？大半夜的，别做白日梦了好吗？高利贷才3分利呀、啊！你不信，让樊大姐打电话问问，看她今天晚上能不能借到这么多钱。有什么事啊？夏小姐，你说一个男的得多无聊，才会随随便便领一个女人来骗另一个女人呢？嗯，赵启平，你个王八蛋！被你看出来了。最开始还差点被你们俩给骗了，想说挺本事嘛，3天不到就有新女友了。嗯，可是等现场剧情一紧张啊，您二位就狂露马脚，哪有情敌在面前还只顾着看戏的？不科学。难怪你这么怕他，果然精明。赵启平，我可不帮你做挡箭牌了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再见。哎，喂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你！不是，你到底想干嘛啊？你得听我解释，我今天晚上不是无理取闹，我是在拜樊大姐的大忙呢。走，找个地方喝酒说话。哎，太晚了，我们俩还有手术呢。我得对病人负责任，送你回家吧。可是你已经误会了，误会我死缠烂打不要脸，要不然你不会找个女的过来啊？想让我知难而退啊？不可能。明天晚上的时间给我，我一定要解释清楚，不能平白无故当坏人。还有啊，你也要向我解释，刚才那位女性朋友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美女，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已经分手了吗？对啊，分手了，你说了算。可是分手了也不妨碍把话说清楚，把形象拔高大吧。明天轮到我说话算数，公平合理。这么晚了，谁来的电话呀？哦，潇潇，妈。怎么办？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爱你。这是怎么啦？我家宝贝女儿是在外头受刺激啦，还是脑袋进水魔怔啦？突然说这种话，妈都有点不好意思。我爸呢？你开免提，我要跟我爸说话。啊，好好好，跟你爸说话。怎么了？来，女儿要跟你说话。怎么了？
爸，我好爱好爱你哦。怎么办？我现在才知道你们对我好的没有道理，全都是我有点忘了处理。你现在才明白啊？啊？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们。傻闺女啊，你是我女儿，爸爸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就是啊，还对不起，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才不是呢！我以前觉得全世界的父母都跟你们一样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有的是不像话的父母。爸妈，能做你们的女儿，我真幸福。好了好了，别在电话里抒情了啊！有空多回家吃饭，能常常看见你，我和你妈就开心了。就是。妈，你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别的事，你早点休息。挂了。拜。谢谢。谢谢医生。那医生，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？这个之后会有护士专门告诉你，好吧？好，谢谢您，哎、麻烦您了，谢谢您。您该准备下台手术吧，赵医生。我知道。说一下，病人情况经过你，待会儿我们会从那边出来，然后接一下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液体放上去。赵子平，你怎么还在？怎么，贾一希不行啊？看你被轮得这么惨，肯定没有精力开车，特意留下来送你。怎么样，感动吗？那就谢谢你了。不过，我今天确实太累了，可能没办法跟你聊太多了。我有这没有眼力见吗？你都累成这样了，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呗。你就当我是个好心的车夫，热情一善，这次刚好轮到你就行。走吧。你今天晚上几点下班啊？咱们继续。来来来来我来来来我哥。潇潇啊，你太不够义气了！你说，咱们在纽约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啊，回国你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幸亏有姚斌，要不然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。就是，本身打算趁着假期回国找你 happy 一下的，你倒好，忙得跟陀螺似的，人都看不着。说干嘛呢？真没骗你们，真假？真挺忙的，以前不觉得。现在才知道搞公司是个辛苦活，什么事儿都要自己参与。就我那小公司啊，把我累得够呛。不信你们问姚斌啊。哎，还真是，活这么久了吧，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都能见到。曲总现在可是日理万机的，我爸都拿他给当榜样。哎呀，我得走了，你慢慢玩啊。哎，不是吧，你刚来又要走？你最近怎么了？聚会都早退，忙什么呢？秘密，不告诉你们。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别管了，别管了。我以前主动送上门去给某工作赚钱，这种丑事我会说。赵子平啊，赵子平，为了你，我可是牺牲大。笑什么呢？魏兄又在拍你的马屁，你看。
生骨黄。你感冒又厉害了吧？都生病了还这么努力工作，你也请假吧。哎呀，病人生病找医生，医生生病就活该挺着呗。哎，你看，这句话是《诗经》里边的，从字面上的意思解释呢，就是魏兄又去安迪家了，安迪热情招待，但是魏兄为了博美人一笑，没少拍安迪的马屁，所以这里就用了"吹笙鼓簧"，而不是前面那句"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"。他的意思呢，是在讽刺魏兄巧舌如簧，这俩人公开打情骂俏，太无耻了。啊，我是不是解释的不够通俗啊？你故意捡这个来讽刺我有病。哎，事实嘛，我就是这么一个低碳男，没事喜欢宅在家里看看书，看到精彩之处，希望身边有个人能够切磋切磋，或者一个眼神也能会心一笑。可是你不是这么个人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可是你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不也喜欢疯狂一把吗？你不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挺开心的吗？我又不是神仙，即使看病都有误诊率，何况是我不擅长的看人。你很好，但不是我那杯茶。你是不是喜欢安迪？你就是在看到安迪之后改变主意的。你接近魏大哥，要跟魏大哥做朋友，是不是为了接近安迪？怎么可能？我没你想象那么卑劣，是，我底线是不高，但我也不至于那么阴暗。可是不用可是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有趣，你也不能理解，我也解释不清楚。还有，你现在属于违章停车，最好把车先挪开。我就不挪。那为什么每次我问你什么时候下班，你都回答我？你从来都不拒绝我来接你，这不是暗示是什么呀？我每次的拒绝，你都以为我是一厢情愿的。我再怎么拒绝，你也不当回事，那我干嘛还费那脑子？哦，你以为我想跟你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啊？每次不都是你死乞白赖非要送我回去吗？我还有车不能开，只能把车扔在医院里，第二天早上还跟别人抢出租车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反正我就是不放弃你。那要不然你喜欢看什么书，你给我列个书单，我也看啊。对，你说的很对，我就是很关注安迪。我每次从手术室一出来，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看安迪的微博，可以吗？可以放我走了吗？你撒谎！你没事吧？啊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动。哎呀，好，来，能起来吗？哦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苗斌，我违章停车出车祸了，怎么办？在哪儿呢？要不要过去帮忙啊？不用，我人没事儿，对方摔了一下。重不重啊？重的话赶紧送医院，赶紧检查检查。要是不重就赶紧赔钱了事儿，这事儿你全责，处理起来挺麻烦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先跟他谈谈，实在不行我再 call 你。行，拜拜。我看你没怎么受伤嘛，私了吧，你报个价。你这小姑娘怎么这样啊？你把车停成这样，你连声对不起都不说。大哥，你别生气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这与其大晚上谁都回不了家，不如各让一步，咱们协商解决。您说呢？啊？对不起，是我的责任。说吧，多少钱？那就500块钱。500？太高了！你这个助动车加起来不超过1000块钱，你张嘴管我要500，你当我傻呀？你违章停车，你还有理啊？我还没问你赔精神损失费呢。
你要是这样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来怎么说？你这个小助动车报废了也就值这么多钱，警察来了能怎么说呀？我是无所谓啊，他要是扣了我的车，我还有别的车可以开。但是你的车要是被扣了的话，可能你明天连出行都有问题吧，对吧？那你说多少？300。不行，我看你是个小姑娘，所以不跟你计较。你现在这个态度，我还是选择报警。赵医生看得眼花缭乱，恨不得自己掏500元结束争辩。本来就是乱停车造成的麻烦，也不缺这几个钱。可曲潇潇就是不依不饶，为了道义，他不能扭头就走，扔下曲潇潇一个小姑娘跟男人吵架，可心中却对他的刁蛮和烦人厌恶至极。400，20，8块，一分不少。不让你走，刚才你明明可以走的时候你都没有走，你留下来陪我，说明你心里对我还是很好的。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啊。对不起，刚才发生的事情正好印证了我的观点，对于有些人可以求同存异，对于有些人只能排异。出租车。喂！啊！让你听见就总让你犯贱，人不但不领钱，这么精贱，我想你活该！